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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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修行的五个困难当中的第四项。第四项呢，就是忍悟。我们晓得这个修行啊，要静性相当的难，要实修也是难，那么要长远的实修啊，非常的难。另外呢，还要忍辱啊，这个忍字啊，也是一个困难啊。像你说，有人问你呀，啊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说我在修行啊。人家都有时候会好一点的，他就不再讲话。有些人就直接讲你头壳坏去啊，头壳坏掉，头壳坏了。说你现在做什么？修行。有些人不认同的。所以一天当中啊，你要一个小时啊，在这个坛城面前打坐，就有很多困难。啊，我们有一个医生的这个弟子，他以前他的夫人呢，每一次他打坐，他就从头上给他浇一盆水，啊，那个洒水洒下来，要很忍的，很忍的。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哦，他当初啊决定出离去修行的时候，他的父王就净饭王派兵去给他追回来，派大臣跟兵去要抓他回来。他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。你说王子出家为什么要出家？大家莫名其妙。为什么要修行？大家不晓得。这个出离啊，出离更难。所以你说台湾那个中台禅寺啊，这个抢人的啦，抬人的啦，这些出家的比丘尼啊，这个被抓来抓去，在那边差点分尸的，这个都很困难，很难去让世人能够了解这个修行，很难的。尤其啊，你一说在坛城里面打坐，他们都会想到，小心哦，不要走火入魔啊，就会讲你，你有问题啊，会修出麻烦的。修行不那么简单，事不那么简单。这个是登天难。释迦牟尼佛他一生的修行，很多很多的这个毁谤啊，单单他去苦行林，对不对？从苦行林出来，在菩提树下离开苦行，接受这个牧羊女的供养，他就接受诽谤，原来跟随他的就离开他。他说你已经离开苦行了，你不会有成就，就走了。这也是要忍辱，要忍辱的。释迦牟尼佛遭受的诽谤很多，他在这个舍卫大臣里面，人家对他
来讲说，这个佛陀啊，是断人后世的，是让人家变成寡妇的，是把子女夺去出家的，断人后世，夺人先生，让害的女方变成寡妇，恶名流布。另外还有女难呢，那个孙陀利的事件，孙陀利他死掉了，死了，责任归在佛陀。还有战遮尼的诽谤，你知道这样的诽谤很厉害的啊！佛陀在当众说法的时候，一个女的站起来说：“你的法是很好听，但是我肚子里面的 baby 怎么办？”啊，你看看佛陀也是这样子，人家诽谤他也是一样诽谤他，很多诽谤的。他一生的造诣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的造诣啊，很多诽谤的。那弟子诽谤他，提婆达多诽谤他，害他，用大象去踩他，用山上丢石头丢他，用毒药。啊，用指头里面啊做毒药顶礼他的时候啊，就要伤他。想想看呢、啊，啊，我们已经很好了，啊，我们已经很好了，应该要阿弥陀佛啊，谢天谢地。所以他一生当中啊，一定要忍的，这个行者啊，得大成就啊，就要。大忍辱，大忍辱，释迦牟尼佛诽谤都不能免。我们这一代的这个邪佛者，当然无穷无尽的这个诽谤都会有的，都有的。你做的再好，人家讲说这个啊。名有了以后啊，谤依随之啊，就是毁谤一定跟随着那个名啊，一起在一起的，一定的。所以佛陀当初在修行当中啊，他也遭受了很多的这个毁谤，一样的这个道理。当初不只是异教徒攻击他，让这个六道外师啊。啊，六道外师的攻击。另外，在这个竹林精舍的时候啊，竹林精舍那个时候啊，在那个国度里面呢、啊，另外还有一个教，那是大雄，大雄，大雄，这个教主叫做大雄，就是现在的那个七那教，在印度的七那教的教主，也在那里。那么经常啊，两边也是一样是毁谤的，毁谤来毁谤去的。所以这个行者修行啊，要忍受、忍辱，要走这一条路啊，你一定要忍的，要忍才能够有成就，不能忍没有办法。所以好像我们宗派里面呢、啊，一样的。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也有很多的是非人事工作啊，修法还有种种的一些的困扰，你都是要忍的，你不能忍的话你就不成。在修行的困难当中啊，这个忍辱是列为第四啊，每一个行者啊，不管如何，再多的障碍，你都要把它看破；再多的这个困难，你都要去解决、去看破的。你能够解决、看破，你这一关呢、啊，才能够通得过。你不能解决、不能看破，你就。这一关你就很挣扎了。那今天就讲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